啊，就这个。可以，你那边。纯野生蜂蜜。纯野生，完全无人区的。哇！最好的蜂蜜。嗯。第一个拉丝要长。嗯。第二个呢要有回弹，你看它像，你看它留下来之后它会弹回去是吧？嗯。第三个呢，味道。它的香味也非常的纯正，它有百花，这个叫百花蜜，就是它会采山上几百种花，它不像中国的叫意蜂，就意大利蜂。嗯，意大利蜂呢，它是怎么呢？它是有哪里有蜜，养蜂的人就会赶着这个蜂啊，就四处去采。啊，采油菜，那里采桃花、所以它的蜜源相对比较单一。而神农架的这个中华小蜜蜂呢，它是全世界最勤劳的蜜蜂。他每天早上出去的早，他4点多就出去了，晚上8、9点钟才回来，所以呢，他是固定在一个地方采蜜。嗯，他在固定一个地方采蜜呢，那他就采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石龙架呢。我们这个蜂桶啊，全部放在无人区里面，他采的是什么？他没有油菜，没有小麦，没有桃花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农药的东西。对，他采的全部是那种，比如说这里是天麻开的花，嗯，那里是百合开的花，那里是某一种这个黄皮开的花。